百姓家常菜，简单又实在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这个菜呢，是与瓜类有关系的。不过今天我们请的呢这一位呢，阿姨呢，非常的能干，就是刘阿姨。掌声有请。刘阿姨好。嘉宾档案：刘瑾，来自北京，医药工作者。他带来的拿手菜是一瓜三吃。现在呢，我就让大家来认一下这个瓜。这个瓜最外边这层绿皮呀、啊，在中药里边叫西瓜青。在制作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西瓜。西瓜大体分为西瓜皮和西瓜瓤两大部分，其中西瓜皮又分为外侧皮、中皮和内侧皮。从事医药工作多年的刘阿姨，根据西瓜不同部分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的区别，科学合理的烹制不同的营养美食。咱们先看看西瓜最外面的这层又硬又梗的皮吧，它有什么作用呢？这叫西瓜青。西瓜青就是西瓜的青，也叫西瓜衣。是也叫西瓜衣、嗯、对人身体有什么好处呢？这个解热比较好。西瓜衣不能扔，但是怎么吃呢？这个瓜衣啊，咱讲、嗯、可以啊，掰上这么一块一块的，把它焙干、嗯、就可以沏茶，这个清热最好啊。清热利尿。瓜衣给它晒干了之后可以沏茶、哎、不能晒，要晒就解了药效了、哦、不能晒。那怎么干呢？焙干。焙干阴凉，搁在阴凉的地方干了。对。现在呢，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呀？这个叫西瓜脆，上面有好多粗网状纤维，它利尿特别好，还跟刚才一样，这么一刮特别好玩。你看、啊、你看这么样就看清楚了吧、啊、透明的。您真是巧手啊。好了，继续来刮。好了。据刘阿姨讲，西瓜脆的利尿作用，绿色部分比黄色部分作用更强。这颜色都不一样，那个稍微深点，这个稍微浅点，有什么区别吗？你看这个吧，就跟毛细血管似的，就没有那粗的了，都是细的了、嗯、这个是这个白皮，这个白皮和这个绿皮呀、啊，在中药里叫西瓜脆。这说话都到瓤了，你看看露出粉颜色的来了吧。是，这个也是个宝。这个也是个宝。这也是个宝。到这层皮的时候啊，它既能解渴清热，也能利尿、哎、好了，行了，我看可以了，那瓤都留着给我吃吧。这个瓤今儿还不是这么吃的。还不是这么吃的？对。那咱们怎么吃的？刘阿姨取下两层西瓜脆后，又把剩下的西瓜瓤挖成球。好，准备好两种西瓜脆还有西瓜球，现在就看刘阿姨怎么做这一瓜三吃了。白色的沥水不如它了，就咱们做成这个海蜇丝。哪个叫赛海蜇丝？对。那这个呢？第一个就做这个玉带鸭。玉带鸭的主要原料有鸭子肉、西瓜脆、竹荪、枸杞，当然还有一些去腥提鲜作用的辅料。到底是什么呢？要做好鸭肉，首先要去除肉里的腥味。刘阿姨总结了几个妙招，您先看一看这第一步，煮鸭肉用的水就很有讲究。凉水。刘阿姨，加凉水和加热水有什么不同？加热水它紧住了，腥味出不来。哦，要用凉水、啊、把这个鸭子倒进来，这个鸭子不要盖盖最好。哦，不用盖盖啊，因为它鸭子腥啊，盖盖怕把那个腥味都闷进去了，嗯，把它充分的挥发掉。对。为了更好的去除腥味，刘阿姨加进了姜片、葱段，还有至关重要的白胡椒粉。这个一般得煮多长时间？这个得煮40分钟到一个小时。大火煮40分钟后，撇去上面的浮沫，这个时候西瓜脆衣就可以登场了。接着放入枸杞、盐、竹荪，再煮3分钟。嗯，这个很容易熟的。这个是煮3-5分钟就可以了。5分钟就可以。对。好的，这个加竹荪啊，是为了这个强脾胃，因为这个瓜皮骨有是寒性的嘛。然后呢，再加味精，味精，然后关火吧。这就关火了啊！这就关火了，关火了急了这道菜。这一瓜三吃的第一只玉带鸭就大功告成了。我们弄这个赛海蜇丝，这个也很容易。嗯，把它切成丝。我们下面该干什么？挤水。挤水。
挤，使劲把汤挤进。挤过了，然后我们怎么办？码味吧。码什么味？首先加点糖，蚝油。蚝油。然后呢？然后加点味精。加点味精。然后再加点盐，少加点盐。哈哈，第二师在海蜇丝完成了，西瓜皮也能吃出海蜇丝的味道，新鲜吧？最后一吃就是杏仁双西露，主要原料有西米、西瓜瓤、杏仁粉、酸奶。煮西米也很有讲究，首先是开水下锅。您这个西米是是泡过的哈？嗯，对。要不泡的话，它那个西米芯是白的，外边熟里边不熟。如果把它泡透了呢，煮出来它就透明的。哦，这个泡用凉水泡就可以了。凉水就可以，啊、千万不能用热水，用热水就粉了，成粉了。这个泡的西米大概需要泡多长时间？嗯。20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，20到40，嗯，拿手捏一下，它中间粉了就行。啊，中间粉了，粉了就其实是碎了，哎，对啊，然后放在里边就能煮透。如果中间要有硬芯，煮的时候只是外边是透明，中间有一白芯。哦，这是捏一下，让它里头也软化，哎，对，就行了。嗯，开了之后我下西米。好，下西米呢得一个人下，你搅一下。我来负责搅。嗯，好。要不搅的话，它粘连了。啊，这么快就捞了？透明了，中间剩一点点白芯的时候，把它捞出来，用那余热呢，就把中间白芯呢就烧熟了。对，这就可以了。关火，倒在冷水里。接下来，在西瓜球中加入酸奶、杏仁粉，再把煮好的西米加进来搅匀，放在冰箱中冰一下。清凉甘甜的杏仁双西露就完成了。刘阿姨给我们做的这个玉带鸭，还有蛋海蜇，还有西米露，都做好了。对，这个非常感谢刘阿姨，这个惊喜给您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天天饮食送给您的。嗯，这个谢谢您给我们这清凉的夏天提供了这么好的一瓜三吃，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？下期节目见。挑选带鱼有何窍门呢？如何做出不腥又鲜香的带鱼呢？下期节目中，韩平的家常炖带鱼会告诉您答案。